这个世界需要我们，勇士。一定要！我们在奥迪尔里面见，穆莱尔一路顺风。我已经很久没有跟部落的人一起合作过了，为了拯救艾泽拉斯，我们还是要团结一致。小时候，我常说麦格尼会一肩扛起整个世界。 没想到他居然把这句话当真了，他这个人一直都是这样，不但是我的大哥，还是铁炉保之王，更是艾泽拉斯的代言者。不管责任有多重，麦格尼总是自己一个人承担。他有多勇敢就有多固执，这也让他付出很大的代价。在他变成钻石的时候， 我们都以为从此失去他了，他为了拯救我们而牺牲自己。不过这只是个开始，他现在听得到艾泽拉斯说的话，也能感受到他所承受的痛苦。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拯救这个世界。不过这一次，我不会让他再一个人承担这么重的责任了。千万要抓紧，我们要进去了。 艾泽拉斯正在痛苦哀嚎，别忘了你对艾泽拉斯的责任。哈哈，走这边。你好，吾乃母仪天下亲民河海的大数据研究机构负责人，简称母亲大人。 很高兴见到您，我是访客身份已确认，访客名为代言者，代言者出现表示艾泽拉斯正遭受威胁。没错，我们需要你的帮助，母亲大人。艾泽拉斯生命垂危，我们不管怎样都无法治好他。错误，奥迪尔设施是为古神实验及进行隔离所设计，复原星球。 不在运作参数的范围之内，建议将母亲大人单位移动到新知识设施中。无意冒犯，不过我的飞行器连麦格尼都载不动，可能没办法把泰坦看守者一路搬到西利苏斯去。收到，建议启动通道，目的地坐标设定为艾泽拉斯之星。 这个世界需要我们，勇士！一定要拯救世界！功能正常的泰坦通道，我等不及要看看它的作用了。警告：通道诊断程序未完成，很有可能
是因为通道已经受到污染。不管怎样，我们这位勇士都能对付，准备好喽。事情不太对劲，他快不行了。系统损毁，系统损毁。解决敌人，不然我们就完了。开始加强进化程序。撑一下就可以离开通道了。艾泽拉斯正在痛苦，我们终于抵达了。你能找出治疗艾泽拉斯的方法吗？正在存取新知识的资料库，完整分析报告大约需要77个周期才能完成。分析而已吧，那我们的行动计划要多久啊？计算周。至少是个开始。谢谢你啊，勇士。等母亲大人有答案以后，我会第一个告诉你。这个世界需要我们，勇士。只要有行动的地方，就有我。一路小心。艾泽拉斯正在痛苦哀嚎，别忘了你对艾泽拉斯的责任。这个世界需要我们，勇士。一定要拯救世界。